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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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啥走位？小心他勾我，勾不大，气不气？赶快崩他一枪！这边打得很激烈，给他一枪！啊，打不了，小走位。吃口药，下路抓，问题不大。卡是吧？等一下就好了。大家伙，问题不大，是不是？出装鞋游走吧，我们是刷钱多快，不游走能玩吗？吃口药，他打我就让他打。哟呵，气不气？气不气？转，转不转？打他，打他！哎，有了，是不是？慢慢来，你这个东西啊，安心像我那样打就有。我们稍微等一下，不着急。现在他们那个人也没有过来，我们在这边草里面蹲一下，你注意看，是吧？在哪？在这儿，打到他了。攻他一枪，给他大招，再给这边滋完后，他一枪打不打得到？打到了，再给他一枪好吗？我贴脸，哎，我走，我走，走走走，哇，真的是怪物吧？哎，我这也被勾到了，尴尬，做回响了，不急。好，谢谢朱氏念过来过道，谢谢你。买装备，好，他这个直接空钩空枪，双方换了一个二技能，问题不大。我们继续中路带，二一技能刷波兵，刷完兵我就去游走，往哪游？往下游，不着急，发起进攻，注意看这个花木兰的位置，草丛蹲一波，出去给他一套。他没有上，他没有着这个道，我很烦。上路打得很激烈，这一波怎么办？小走位，打他！你这不过去吗？他不过去，他过去了，但我要先清这波兵。这波兵对于我来说意义很关键。我再过去，他被勾了吗？这你秀不中他。我就知道你可以的，丢技能，回眸啊！居然滋，嘘，就是这个角度，懂我意思吗？完美，很棒。我的安琪拉很强，是呀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勇气追我。我这边一技能，小走位，再走位，再走位，再走位，走到他脸上，直接二技能打不到，无所谓。再往这边走，你看到没？这波怎么处理？我发起进攻，拉不上，我直接开大招，行不行？好，注意看，先一技能，二技能甩，甩不到，不管了，走。啊，中路他已经推了，干得漂亮！每一波兵线，我都不会放弃。吃口药，不着急，上面打得很激烈，但这一波我已经帮不了了。他们荒蓝过去了，我先让一技能打一套，开个大招往那边走。我相信你，点位啊，这个踩出来。好，我来了，我来。哎！我刚才直接交大不就好了吗？我还非要想这个一技能收掉他，我也怕是个妖怪吧？这不逗自己吗？我过去直接大招不就好了吗？哎呀，非要想一技能把他打死，太搞了吧？我这 OK， 这一波把自己搞死了，问题不大，买面具了。
没事儿，稳住，我们能赢。好，注意看，假装往上走，实则往这边甩。哦，一技能接大招，先滋再说，然后小走位，再走位，往这边走。他一吸，我这边一技能把我的蓝 buff 夺回来。我要吃口药，不着急，小走位，直接二技能打到他，没有打到，无所谓。好，他这边上了，拍了一下，直接把这打死了。我买一手这个，买个面具，谁来与我一战？哦，一技能先清波兵。他们人呢？怂了，这把已经赢了，朋友们。怎么打？请求集合，实力蹲草，直接往那边走。哇，一技能接大招，先知再说，是不是？我反正16秒一个大，你凭什么不打出来消耗？我这边甩技能，甩技能是吧？全部甩空无所谓。再往那边看，好，他刺我，我闪现，我闪了个鬼的线。再往这边走，他一套技能把别人秒了，这勾没有勾到。OK， 他们中开完全是不会。等一下，这个李白差不多要过来了，李白往那边走，李白过来给大。哎，没过来，看，还可以吗？还打不打？吃口药。这个李白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你们觉得呢？不慌，买装备，往这边走，循循渐进，打他！你是什么意思？大招劝退，问题不大，买面具。好，这里给了一套，这一把又秒了。我买装备，下路应该能带了。结果他一个炸，好像把这炮车都炸死了。卡在这边，有人过来我就直接大招滋他，大招劝退，你怕不怕？还刺，是不是？守塔，直接一技能加大招，强行不让守。一技能，拉走位，反手，二技能接大招，滋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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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滋，是吧？打这边声东击西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你以为我这一刹那肯定是打左边的人，错。我们反手把这个花木兰解决掉，二技能加大招，实力让他归西。我厉害吗？回家。这波出什么？买个帽子，游戏结束了。好 ，OK， 他死了，我在这边蹲，马上会有个人过来，好吧？等一下，三二一，走你！这一个，这两个。好，第三个人过来了，过来，回来，封他走位，再见。懂我意思吗？这草丛里有安琪拉，就是这种效果呀。你怕不怕？黄波，有办法吗？没有办法的。OK， 走起。感谢办卡的朋友，谢谢。我们把这个帽子一做，这游戏不就结束了吗？对吧？你看似我们这个阵容玩不了，实则我们是玩得了的。等他们抢这个蓝，然后他们不敢抢这个蓝，那我们就不折腾了，我们去刷这个。好，大招警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什么叫大招警告？你需要搞那么多，就是这，先吃再说。买装备，不急，简简单单。一技能再见，二技能再见，好，都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吃口药，不着急，再往这边走，可以。我们是不是要上高地了？这李白，注意看这个李白，他肯定要刺过来的。他不是从这里来吗？他怎么从这里来？呀呵！可以，good。我以为他会从上面来，结果他从我左侧方来了，吓到我。问题不大，出辉月。我感觉这个典韦已经上天了，走心的演员啊，厉害厉害。啊，我哪知道他会从这边来？我一直认为他在家里，结果他胆子这么大，在这里刷个大招把我刺了一波，可以的。一打五没问题的，完了我们典韦已经同杠了，他15个人头，我10个人头，
好，这个人被勾到，无所谓啊！咦，哎，你这叫啥？给我过来！滋滋滋滋滋滋滋！倒吧，这边倒，这人死了，李白肯定倒了。注意看，往这边，他要不要点我一下？点不点？点点我，减他速，往这边走啊！一技能，买装备，拉走位，我吃口药，往这边走，是不是？我怎么办？我马上有大，往这边看，是吧？把这个雷全部踩掉，踩掉后他过来，我二一技能，他直接叫闪，我这边直接自调整炮台，他这边哎呀我慌，不急，拉走位，追追，追不追？崩他，马上有大，不慌，他勾我，我反手一技能，不急，再往这边拉，想一下，好，他被崩了一下。攻了一下，马上给大招，他闪现过去，踩了一脚，踩了一脚，打了一号。往这边看，我是不是啊？一技能，我直接大招一个，调整激光炮啊，可以再一个啊！他被高了，怕不怕？我帮他扛塔，我一技能打了一号。啊，我这个塔不想扛了啊！应该游戏结束，你看没有？我这个暗掐是不是很稳？啊，我暗掐还可以吧？银牌中单。感谢办卡的朋友，谢谢。下一把。我是最强王者探险，我不轻易叫闪现。我是最强王者探险，我的团队一时都成。